米油盐酱油罐头面条等，中原普渡贡品一箱一箱一站板一站板的堆积成一面墙，摆在乐成宫前广场。台中乐成宫日前举办中原普渡的桌数有4000多桌，其中有将近2000多桌的贡品是由民众慷慨捐出。台中乐成宫为了使爱心民众所捐出的物资普渡品善尽其用，日前统一办理发放给需要的弱势家庭及社福单位，希望抛砖引玉，让社会更多善心人士加入爱心行列。普渡的道，吼，弄到4000道，白米20000多斤，啊，叫一挂食品啦，吼，啊，饼啦，啥的，人现金现金摕来，吼，啊，他有2000外都无摕上去，啊，都吼，我甲关系，今仔日就是吼，一挂60-70个单位，有来就专线，有像有南部也有，都有较慢来，吼，啊，这是凭着妈祖慈悲破坏精神来破，破就得着吼，咱。人甲神哦，鬼七月四哦，孝亲日鬼月，啊，咱来普渡啊，都人哦神两，都啊，甲神经因素甲关出来，做靠哦意义的。乐成宫每一年拢有做这个工作吼，啊，特别是这几年啊，咱的这个普渡吼，哦，愈普愈济道吼，今年啊不但无受疫情的关系，而且佫增加500-600道。啊，增加500-600道，咱啊真侪人拢无领等于，所以咱才有一半以上啊，即摆拢在做这个布施的这个工作。这是一个善的力量，善的力量的极致啊、哦！因为拢是取之于社会大众啊，然后咱才阁发好，咱社会有真侪精品呐、啊，哦，接近贫善啊，而这个民众啊，透过咱的里长的系统。咱个当干事的系统，咱个主主爱啊，这个团体的系统啊，咱给发送出去。社福单位进场开始搬运物资上车，希望这些普渡拜拜的丰盛贡品能帮助到弱势困顿家庭，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情。